Hey, Steve. Jesse, hi. Nice to meet you.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located? Oh, I'm in Shenzhen. Are you in Shenzhen? Okay. All right. It's such a great honor to interview you today. Am I your first interviewer in 2022? Oh, yes. Absolutely. Yes! 我今天呢也想向您请教一些语言学习方面的问题。可以。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那您觉得学习普通话最简单和最难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呢？ OK， 学习普通话呢最难的地方，我有两个的，就是对，就是说西方人普通话最难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汉字，那当然对日本人那不是个问题，但是对这个西方人或者是中东人。就是不认识汉字的人不容易，就是要需要好多时间，好，因为那汉字呢你一学就忘了，那学语言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学新字也是，汉字特别难，那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当然应该是那个声调，就是次声，中文基本上那个文法不是很复杂，不像那个斯拉夫语言，就是 Slavic languages 那样，或者是有些那个语言那个每一个字它会变，就是根据它那个在这个句子里头的作用，它那个这个会变，在中国就没什么变，我去明天去昨天去，就是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嗯，就是语法比较简单，可以说是合理，可以说是简单。学这个中国的文化不成问题，就是要学一些形式，就是你怎么样你还是怎么样 OK，就是有一些这种形式要学习，但是那个文法不是很难。另外一个我觉得容易的地方就是说，你学了汉字的话呢，你学了一个新的生字，那么这个中国的所谓我们英文叫 word， 在中文多半是以两个汉字成，就是成一个词，遇到一个新的那个段语呢，假如你认识一个汉字，你可以猜出来它是什么意思。你已经知道的两个这个汉字就是构成起来的呢，你可以猜出来它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增加这个词汇量在中文是比较方便。您刚刚说到汉字很难，这个的确是很难，因为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鲁迅，我不知道您有听说过他吗？我看过他的一些、看过他的文学作品是吗？其实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If Chinese characters don't die, China will。您有听说过这句话吗？没有听说过。他甚至当时和很多文人还主张过汉字拉丁化运动，他们觉得中国的方块字应该变成像英文一样的拉丁字母比较简单。那不奇怪，你看那个韩国，他们也是取消了这汉字，完全是按照这个 phonetic 他们的韩国写东西。韩国古代也是用汉字的，当然这个也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文盲率非常高，超过了80%，也就是说当时4亿中国人有3亿几千万都不识字。当然这个运动是没有成功的，汉字对于中华文化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这也真的说明了汉字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不管是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都不是很简单的东西。我喜欢的汉字，我觉得要是要取消汉字那太可惜了，我也觉得，但是不容易是不容易，就是像土耳其也是，他们就是决定要从这个阿拉伯这个字到这个拉丁字变化了，因为简单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学这个波斯语，要是他们用拉丁这个文字会容易的多了，对我来讲 anyway 我觉得任何一个语言呢，它这个字和它的文化呀有密切关系。对，因为你要学一门语言其实也是要学它背后的文化，如果是抛开文化单单学语言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难，也是没有任何乐趣可言的。假如中国人不用汉字，没有一个语言会用汉字，所以这汉字就会消失 disappear right消失，对吗？消失，对。那您对于零基础的人学习普通话，您会建议他先从哪里入手呢？就是完全是 beginner level。我觉得还是头一个月呢，一两个月呢，要
重视这个听力，用这个拼音。头一个月 不学汉字，学拼音，多听、看汉这个拼音。假如是完全靠听力，好不容易记住。但是假如我会看一些这拼音，那比较容易记住。那么过了一个月，假如我有是一百几百个字呢，我会听懂这个声音，也会认识它的一个拼音。那么从这个情况呢，我有一些知识，我可以开始学习汉字。这样的话，我那个新的汉字会就是有一些关系。要不然你那个学汉字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听不懂，开始学习汉字我觉得难一点。头一个月为了开始，因为开始是最不容易的，不管是中国汉字还是我开始学阿拉伯语什么的，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是杂音，什么都不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还是拿一些比较熟悉的东西，所以这个拼音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中国的发音除了这个声调以外也不很难，特别是要比如说好多声音和英文的差不多，但是那个词声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拼音一定要学习拼音。虽然在拼音有一些字它那个用的跟我们英文或者其他西方这个语言不一样，这个 X 或者是 Q 什么的比较我们会认为比较奇怪，那些东西你要习惯了就完了。这个 X 是这样的，是 C OK 不是 X 是 C， Q 不是 Q 是 Q OK 明白了。所以要学习这个拼音，因为那拼音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头一个月拼音声音多听，第二个月呢开始学习汉字。其实我之前也有说到过，不管是说英语的人学习中文还是说中文的人学习英文，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坏习惯，先用英文的思维去学中文。比如说 How do you say hello? It's 你好。中国人学英文的时候也可能会把单词拆分成一个一个的音节，然后再用中文字去代替它。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语言学习长期来说是会有一个坏处的，不知道您的看法是怎样的呢？我完全同意，因为你要完全的接受这个新的语言，你不要把那新的语言和你本来的语言比起来，那是没有意思。比如说我记得我在香港开始学普通话的时候，跟我在一起学有另外一个加拿大人，他年纪比较比我那个时候老一点，那么他一听中文就说 Are you going? 你去不去？ You gonna go? 哎呀，这太奇怪了，你没什么奇怪，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认为那个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形式是奇怪，不是奇怪，就是那样子。你要接受它，完全吸收这个新的语言。所以那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个听或者是发音，你要多听多听，拼音会帮助你。要不然你听这声音没听得清楚，但是看拼音啊是这样子。OK， 所以我觉得重视发音，不是说就是正确的发音，这不重要。因为这个你要过六个月才可以就是关注你自己这个发音正确不正确，但是你要听的正确，你要能够听明白他的声音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头三个月不用说话，你要开始说话呢，这会影响到你这个发音，慢慢的让那个大脑习惯就可以了。我也完全同意。咁我听讲你都识讲广东话嘅系咪啊？哎，唔系咁嘅，几好噶，我都识讲。我的广东话都麻麻地，唔系几好噶，但系我都好中意听广东话嘅。我而家系广东嘛。咁而家咧，好多人想学中文嘅时候咧，都会有啲难选择学广东话啦，定系普通话啦。咁你对佢哋有咩建议咧？梗系学国语啦，广东话，即系你睇下，如果你系住香港咧。有好多机会用广东话咧，或者对工作重要咧可以，不过多数咧系国语系重要啲，国语即系国家嘅语言嘛，所以应该学国语。咁你觉得学广东话比较难咧，定系普通话比较难咧？对你嚟讲，一样。广东人咧好中意话咧，哎呀，广东话好难，好难过国语啊，因为。系广东话有九个 tones， 九个音，国语写个音，
不过实在唔系，原来咧我唔想学广东话，因为我又好怕喎，搞嘅又唔点学学得多咧。不过买咗一本书咧，呢本书里头写啦，唔使九个 tones， 六个 tones 就够啦。OK， 今朝试下啦，但实在唔紧要，所以都系听，你多听多听，慢慢那个你会习惯啦，话啦。冇乜特別啊！我都係聽過好多噶睇粵語嘅電影咯，咁啊聽粵語嘅歌咯，我都係咁噶。咁我聽講係 Vancouver 好多人講廣東話嘅，咁你係唔係出門咧都可以同人練習廣東話咧？即係睇你係邊個地區住嘅係嘛？最近咧好多人係中國大陸嚟嘅，所以而家係 Vancouver 住啲華人咧，或者係講嘅國語多過廣東話。哦，系咁噶 ，OK。那我知道您之前是在香港学的普通话嘛？那您一开始学的应该是繁体中文，对不对？对。那现在有了简体字之后，您是还是只看繁体字呢？还是说繁体简体都看呢？都看，问题不大。我想开始学的时候，我没觉得这个简体字简单很多，都一样，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我开始学这个繁体字，我觉得我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讲，现在两个都可以。我在香港看报纸可以，在台湾看报纸可以，在中国大陆看报纸也可以，没什么问题。那您对简体字有什么看法呢？你知道，我不是艺术家，当然在艺术方面，这个繁体字比较好看一点，比较有艺术性，对不对啊？但是呢，我是看这个意义。我要是看什么文章啊，或者是书呢，我是要知道它里边写的那是什么意思。所以对我来讲无所谓，简体字也可以，繁体字也可以，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艺术性呢，还是繁体字比较漂亮。对，当然，您现在会说20多门语言嘛？那对您来说，学习不同的语言要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吗？还是说这套方法其实对语言都是适用的呢？差不多，就是多重要呢，是要多听多语言，要重视这个我们英文叫 input， 因为你里头没有这个语言，什么？输入 input， 输入，而且也不要太重视这个语法，不要太重视说的正确不正确。这会慢慢发觉，要多听。你比如说，有时候特别是跟中国人说话呢，我说哎呀，你要多听多阅读啊啊！有的中国人说哎呀，我就是会看，没问题，我看懂，什么都可以看懂。哦，我问那你那个英文的小说有没有看过？没有，就是那他说会看的什么意思？就是会看那一个小这个。那这个比如说报纸上的一个小文章，那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你能不能看那个文学，能不能看那个一本书呢？整本书呢，能不能看懂吗？有没有经验过啊？差不多没有。或者是听这个有声书籍，能不能听得懂吗？所以你这个了解的 comprehension， 你要提高到这么一个程度。在那样的情况呢，你那个说话的能力会发展，所以我还是重视输入。我也觉得一定要先输入才能输出。完全是，完全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有和一些会说几种语言的朋友聊过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们在说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性格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但有一些朋友觉得没有，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呢？稍微有，不是完全改变你这个性格，但是你学语言的时候，你是模仿另外一个文化的一些方面，这语言是那个文化的一部分嘛？你愿意不愿意，还是要模仿。那么你在模仿的时候呢，就等于说你这个性格有了稍微有一些变化，但是你这个人不会变。核心还是你自己，但是有些时候考虑事情可能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是，还有呢，你不说你跟法国人在一起，日本人在一起，中国人在一起，他们都有稍微性格不一样的。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那么你跟日本在一起，你小心一点；你跟法国人在一起，你比较很有逻辑的，稍微逻辑的说话；你在中国人比较随便，所以跟中国人就可以随便一点。所以我想，各民族它有一些特性，但是基本上不会变，就是本质不会变。
明白。那结合您这么多年学习语言的经验来说，您觉得想要把一门语言学好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比如说好奇心、恒心，还是另外的什么？好奇心也当然是很重要，有没有好奇心你不会学语言，但是要想办法这个也要有乐趣，要认为这个有意思，我喜欢，所以这种态度上的问题 是最重要。假如你喜欢这语言，喜欢学语言，而且还有把握啊，我可以学这种语言，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多人基本上不喜欢这个语言，就是抵抗这个语言，或者是没有把握，认为不可以把这个就是学到一个流利的这个水平。就很多人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因为没有错，没有经验过。你能够把一门外语学得到很流利的程度，你知道啊，我可以做这个。所以第三、第四、第五次，你肯定有这个就行。那您现在已经学习了这么多门语言，而且现在还在学新的语言，那对您来说学习语言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呢？语言呢，对我来讲呢，当然我学中文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是跟加拿大政府做事情的，他们是派我到香港学习中文，因为加拿大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那是我的工作。但是在学习这个中文呢，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中国的历史、中国人、中国文化非常有意思嘛。那么现在我学习波斯语，就和阿拉伯语，还要学土耳其语，那就中东就我开始明白这个，就是火起来，对吧？就是一种发现新的文化、新的地方、新的民族，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没有别的，就是我觉得有意思，就是能够尝试其他的地区、其他的文化、其他的语言。那您现在会的这么多门语言里，您从零基础到流利花费时间最短和最长的分别是多久？是什么语言呢？我学中文的时候我是专门学每天五六个钟头，所以这也是比较快的，因为我没有别的事情，那是我的工作嘛。所以在不到一年中差不多把中文不是说学会了，就是我学会了4000个字，我看能看那个小说什么，在一年以内很快。但是现在呢我没那么集中的学，所以像阿拉伯语，而且现在我正在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同时学，所以慢一点，已经差不多2年半，还没有达到我那个学习中文的那个水平，远不如中文的水平。还有俄语也，因为斯拉夫语的这个文法复杂的多，任何情况不能和我这个中文的时候的，因为那个时候每天3个钟头一对一跟一个老师，跟老师学，以后回家看听学字，就是一直工作嘛，就是非常的集中的学。我学习这个罗马尼亚语呢，这也很快。因为70%这个词汇跟意大利语也差不多，就是很近。所以假如那个词汇比较相近，共同的词汇多的话呢，就很快。英文和中文没什么共同的词汇，所以完全从零开始，是吧？学习俄语以后呢，那么乌克兰尼亚语什么的，波兰语、捷克语都很容易，因为你有了这个俄语。同样的，你学习西班牙语的话，你要学习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就比较容易。明白。那我今天想问的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您，和您聊天我真的是受益匪浅。那最后呢，我想教您一句我家乡的方言，因为我是江西人。 OK， 因为现在也快到中国的新年了嘛，所以这句话它是一句祝福，用普通话说就是希望大家心想事成，健健康康。那用我们江西话来说呢，就是其实蛮像的，希望大家心想事成，健健康康。差不多。好，我们来学一下啊，希望大家。大家。对 ，kind of like Cantonese。Yeah。希望大家。希望大家。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对，健健康康。
天天空空。对，非常好，非常好，这就是我们对大家的新年祝福。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谢谢，谢谢，很有意思，谢谢，再见。